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围棋频道，我是吴新宇。今天的破空与自孤呢，我们来看一个最常见的棋形。无忧角啊，这个就是说是我们可能最常见的这个形状啊。这个呢也是比较结实啊，而且就是说很牢靠的一个形状，不然就是无忧嘛，是吧？但是其实呢，对这个无忧角白棋呢，也有一个破空的方法啊，也有破空的方法。那么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啊，因为我们还是以白棋为基础啊，白棋为基础呢，我们就还是来看看啊，这个怎么破。大家所熟知最多的呢是拖这个啊，是拖这个。这个拖呢，其实呢更多的呢是适应手的这个一个态度啊，一个态度，并不是说来破它的空啊。白棋有我们知道的，注意外面呢有外长啊、外扳，里面退、里面扳等等啊，这个下法。这个呢只是黑棋呢只是试探一下白棋的硬手啊，不能完全说呢是破空的招法。我们在这呢就今天呢就对这个不做研究。那么黑棋来破白棋空的招法实际上是有两种啊，两种。一种呢是靠这个，一种呢是靠在这里啊，靠在这里。这是这两种呢最常见的下法。但这些破空呢都有一个前提啊，都是前提。因为是说如果它空的这个角的话，你肯定也不会来破啊。不会是还边上还没抢的话，还也不会来破啊，肯定是边上有些子。那么这个靠的破空方法呢，相对来说呢是比较一个固定的棋形。一个类似于什么样的固定的棋形呢？就是说呢是白棋拆二啊的这个下法。我们前面也提到，在破空的讲座中呢也说到，我这个是说，如果说啊，比如说是这样，那么黑棋不管是拆二还是拆三啊，这样走完以后，如果是拆三的形状呢，那你去靠呢肯定是不好，是吧？肯定呢你首先考虑的啊，应该考虑的呢就是说是打入啊，因为拆三的弱点嘛就是打入嘛，是吧？你打入以后呢，不但可以破掉这里的空，同时呢还可能呢对白棋这颗子啊产生威胁，产生威胁。那么呢是你首选的肯定是这样啊，而这样靠的话呢，它就算退呢，由于这个间隔呢相对有点宽，你不太满意啊，不太满意。所以一般来说呢是在拆二的情况下啊，这个是比较相对特定的一些例子啊。那么由于拆二了，你这里就是没有文章可以做了，那肯定呢就要只在里面这个靠啊。那么这时候呢靠呢是一个相对来说啊比较特定的一个掏空的这个方法啊，一个特定的这个掏空的方法。靠了以后呢，那么这个白棋啊怎么应，我们来看看。白棋如果退这个啊，就还原成了啊我们前两期讲座中这样的黑棋点白棋挡的变化啊，就还原成了前面那个变化。那么黑棋这一小尖里面呢是有棋的啊，有棋的。在这里呢我们就不再重复了啊，就不再重复了。可以参考大家这一代这些变化呢，可以参考看一下前两期的节目。那么白棋呢，这个力当然也不好啊，这个力当然也不好。这个黑棋顶呢就很容易的活了啊。你挡的话呢它就扳啊，这个就比较容易呢就活了啊。而你这个呢由于是拆二啊，间隔还比较近，这个肯定是不太满意的啊。如果想退着杀呢，这个味道太坏啊，这个就算搬了一冲断啊，一冲断以后，你只能再一立，
啊，这一弯，这个就局部已经是打结痧了。你补这个，它一虎啊，这个就已经是个打结活了。这样呢，这个白棋呢也不太好。所以你靠一个的时候，它立呢是肯定是不好的啊，黑棋就顶。那么白棋呢硬法呢，也就是说呢只有一种，就是顶住啊，顶住。那么这个顶住以后呢，黑棋当然是搬啊，是搬。白棋如果退的话啊，就是说呢黑棋呢就留有这个活脚的余地，活脚的余地可以立。也许大家在印象中啊，或者在这个别的节目中啊，或者是在书中啊，好像印象中有一个，哎，这个黑棋立了，这个活得比较小啊，活得比较小，好像不便宜啊。但是呢，你要注意啊，目前的这个情况啊，它是不一样的啊，它是不一样。立完以后呢，白棋管啊，立啊是局部手筋，这样呢，好像黑的活的，哎。确实呢是有一点小啊，是比较小，似乎呢只活了两目棋啊，不太满意。但是呢你要注意周边的子力的配置，就是白棋这个地方它只是一个拆一啊，当初拆二的位置现在就变成拆一了，白棋的这个间隔啊太窄了啊，太窄了。这样呢黑棋其实呢是完全可以接受的。那如果说白棋拆得远，这个啊，很多书里面就说当然是不好啊。这个就是说，活得太小了。这个，但是他现在只是在这个位置，注意啊，这样呢，黑棋啊，就是说完全呢可以接受啊，完全可以接受。这个是啊，注意他这个周边的配置的问题啊，这个需要注意。当然啊，根据情况来说呢，你。他退的时候啊，你黑棋暂时不走也是可以的啊，暂时不走也是可以啊，就是你以后再补一手嘛，就补一手吧，把你花一手棋啊，我也没什么不满意的。那么这样呢，应该来说啊，白棋只是退的话，由于这个拆的位置比较近，这个黑棋呢，可以说是便宜了。那么白棋呢肯定不满意，白棋这时候呢一般呢都是要吃啊，要吃吃的话呢，黑棋再反叫吃啊，反叫吃。白棋提掉啊，也只有如果白棋粘的不好啊，白棋粘这个不好，这个粘呢就是说脚上的目数啊太亏了啊，外面被打了一下以后这个地方啊还要被打一下啊，都被打吃一下。提呢，黑棋有可能直接就打上来了啊，直接就打上来了，都有可能。就算呢，虎一个啊，这样呢，黑棋这个把白棋这边的空啊破的，就是说很干净，很干净啊。这以后还有打吃的味道。那你长呢，其实也不提啊，长一个呢，其实呢也。差不多啊，也差不多，就是说呢，黑棋虎呢一也差，因为这个以后爬是先手，所以白棋粘呢不太好。白棋一般呢，就是说呢还是提掉干净，提掉以后黑棋这时候注意打上来，千万不要怕啊，好像这个万一给你打劫怎么样啊？这个地方根本就不用怕啊，因为这个地方本来都是白棋的子力，白棋打赢了对黑棋也没什么大影响啊，这个。黑棋要打赢就粘上就行了啊，这个白棋的空都没了啊，你还得粘，我再一虎这个子都，所以这个呢，黑棋完全呢是没有什么这个好害怕的啊，就直接呢拍上来就可以啊，直接拍上来就可以。这个白棋打这个劫还完全是，就是说黑棋轻白棋重啊，白棋提了好像很好看，但实际上这里面全都是白棋的子，本来就是无有脚加差又多一手棋啊，这个
黑棋损失呢并不像看上去的啊那么大啊那么大，所以打吃没关系啊。那么白棋其实呢也大概也就是粘上啊，虽然呢角上的空没破掉，但是呢这个已经把它压缩到呢很小了，同时呢多出三个子的也多不少借用啊。当然情况你觉得直接啊要跑出来也是呢可以的啊，也是可行的，那你就是说要这个重新处理啊，就靠一个啊再弃还给他也可以，当然就是推这个啊或者说是推这个等等啊，这样反正总之而言白棋吃来吃去啊都是这个自己的空啊，最多就吃大了一点点，但黑棋呢外面去寻求借用啊，或者走成这样呢暂时不走也可以啊，这样呢是一个基本形状。黑棋呢通过这个靠啊可以形成啊这样一个图形。那么这个靠的话呢就是说呢是可以成立的啊，大家就是在这个面对无有角拆二啊这个靠是常用的一个招法。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个靠啊，另外一个靠。那么这个靠呢这个我们说过空的时候呢不会用啊。但是呢当无忧角被逼住的时候啊，特别两边被逼住啊，这个当然不用那么紧，或者比如说这个比较松啊，以后这个分的头拆了二啊，一旦这个方向被逼住的时候两边被逼住，不这边松点紧点都没关系啊，就是说两边被逼住的时候黑棋这个靠啊就是说呢破空呢就比较厉害了啊，甚至于来说啊这个单纯的这个靠的话它还不是来破你空，甚至于来说啊这个靠还对这个白棋啊这一块啊还有什么呢还有威胁性，还有威胁性啊，甚至于还这个这部看上去是破空的招法，实质上呢还是含有这个一定的攻击性啊，一定的攻击性。那么这个呢白棋呢要小心了。首先确定一点啊，白棋呢不能加这个，白棋不能加这个，加这个呢想推让这个不行，这个黑棋一立啊，白棋一拐，黑棋一拐，这个首先白棋的目数啊这个损失惨重啊，而且呢这个角上还处于一个没有活的状态，你挡这个呢它就飞啊，这个空没了棋还没活，你再去走这边呢那是但是被人家这个收刮的也是惨不忍睹啊，这个以后再一爬啊，这样呢再一搬，从做活的角度上来说你还只能往这里缩啊，这个就是可以说呢是无法这个忍受了啊，所以说当这个类似于这样的形状啊，类似于这样的形状的时候呢这个靠进来的时候，白棋呢这个实际上呢已经呢没有什么退路啊，没有什么退路啊，这个接下来呢就是说要非常的小心，搬这个也不行啊，也就是说这样的黑棋可以不依不饶的啊跟你进行了战斗，黑棋就搬，搬完了一虎啊，由于这个角上本身有个段就活了是吧，何况你走这个的时候他还不见得老老实实做活，他还可以把你给断开，由于角上气啊还比较长，这样白棋这两块棋一下子就不好办啊，不好办，这个白棋自身啊气太紧，这个很容易啊就崩溃，很容易就崩溃啊，所以说这个推让是不行的，那么白棋呢也只有正常的挡住进行正面应战啊。那么白棋挡住以后看上去是盖压住了这个黑棋啊，
但是黑棋呢，由于周边两边都逼住了游子，那么接下来呢，会继续啊来破空，破空的同时啊，还要对白棋啊发动冲击，白棋可要小心了。那么压住的话啊，千万就不要天真的以为这个黑棋是搬过去啊。白棋叫吃，黑棋退，白棋呢提啊，这样以为只是黑棋这样便宜点官子，那就实在是太天真了啊，太天真了。这个呢不对，黑棋啊，这个他会继续深入啊，爬。这个都不知道应该是叫破你的空呢，还是收你的根呢？啊，这个还是要小心。现在白棋首先不能搬粘，这个搬粘不行。搬粘啊，黑棋就搬。白棋虽然可以打。但是呢，这样呢是一个打劫啊，形成一个打劫。那么这个打劫的话呢，实在是白棋啊太重了。你粘上呢，它就拐啊，因为这个本身在外面打了拐住这个黑棋啊，就已经有收获了。而这个里面呢，你肯定呢没法进杀它啊，这是个打劫。这个劫肯定是白棋打不动的啊，打不动的，这个太重了自身，所以这个搬二路是不行的啊。那么大家眼尖的能看到的呢，就是说是立，是吧，立这个，哎，这个是大家一眼能够见到的手段。但是啊，由于这边有子就在这就行了，不用在这里。那么这样的话呢，黑棋呢就可以搬粘。注意，黑棋还不是搬虎跟你打劫啊，他是直接就搬粘啊，要求进火。那么白棋想啊，那你这样的话，哎，那我就虎住呗，是吧？你要是走这哎火，我可能现在呢是杀不了你。那么比如说啊，我就搬一个一类的。或者再补一个啊，就是老实补一个，让你呢再去后手活一个算了啊，这样你不便宜，不便宜啊。但是如果只是以为是这个样子啊，那就有点天真了。黑棋可没这么客气，你虎这个的时候啊，黑棋做活都不会做，他就直接啊会断了你啊，这个地方。这个总之而言，这个棋啊，就是说呢，由于啊这个白棋啊两边气啊都太紧，这个跟黑棋啊没法战斗啊。你去收气，这个最简单啊，单搬更好了，就是通俗易懂的，就打了这样就死了，这样白棋死了，这边已经。你走那边呢也不行啊，走这边的话呢，这个黑棋这边一顶还是死了，所以白棋这样呢是立马就要崩溃。那么说哎，那我不粘这个，我补在这呢，那这个啊，这外面还可以吃一下，是吧，我再一坚固，这样这个脚被掏了，自己还被攻击，这个白棋啊还是不行。所以这个看似很强悍的力啊也不好啊。那么这时候白棋怎么办呢？白棋啊这时候呢最佳的啊防守，或者说我们现在应该来说它是应该在防守了，最佳的防守呢是顶这个，哎，顶在这。那么黑棋搬，注意白棋这时候依然不能搬。如果说搬啊，哎，粘上我虎是吧？你现在暂时还断不了我啊，这个
暂时断呢有点过分，因为断的话呢实在不行呢，我还可以夹住啊，夹住。那么黑棋如果立呢，那白棋我再搬一下啊，这样的话呢我就给你这个活算了，把外面形状呢走好啊，白棋倒是可以满意啊，以后这里搬张是先手还有一些借用。不过这样呢也只是啊白棋的这个一厢情愿，一厢情愿啊。因为这个时候呢在你虎的时候，虽然我断不了你，但是呢我可以先，注意先长破坏你的形状，要求断你啊。这时候呢你依然不能去收棋啊，如果你是收棋的话，这个被黑棋断还是呢气不够，两边的气啊还是有问题，这个依然呢还是这个气不够不行，大家自己运算一下。那么如果你现在气不够就去补的话，那么这时候啊你可能补，只补在这的话他还要扳你一下，你补在这呢，那么他可以立在这里做活是吧，由于这个一路这个是先手，那和刚才那个形状呢就差太多了，这个白棋外面形状还是呢比较重复啊，也比较尴尬，这个这样呢黑棋还是不错啊，白棋还是没活，所以白棋这个样子啊还是要吃亏的啊，还是要吃亏的，这个还是不好啊。所以说啊，这个当黑棋搬的时候，白棋看似必然的搬呢也不好，那么这个时候呢白棋正确的下法呢是直接搬啊，防守，继续防守啊，这个顶完以后呢搬，继续先一定要保证自己的这个形状完整啊，后世你再去考虑呢这个搜刮黑棋也好，杀黑棋也好等等啊。那么这个时候搬呢黑棋就不能不要硬啊，如果跟着硬的话哎，那这两下被白棋走到以后，那就白棋呢就可以走成刚才那个形状啊，那白棋再搬下来呢粘啊，你活在这里啊，利益可以照顾这里，但是呢又回到我们刚才那个棋形去了，这个白棋啊形状呢就变得非常的好啊，非常的好，这个呢黑棋肯定不满意，和这个就完全是天壤之别了啊，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天壤之别。所以这时候呢黑棋呢也不硬啊，黑棋呢就会选择转换搬这个白棋拐一下啊，黑棋粘上，然后白棋现在要把这个吃掉啊，这时候不吃掉的话被黑棋一拉出来，这个自身这块又不安全了，那么白棋呢就是要把这个吃掉啊，吃掉，这样呢可以说形成一个啊双方呢都可以接受的这个变化啊，接受的变化当然过程中呢我们刚才说不要去扳这一下啊，如果扳这一下再扳呢它还是断啊，是吧，那你等于是这个断和这个现在交换的明显的是亏损啊，亏损的，因为你以后这个搬粘了以后还有夹着收官的这个手段啊，被他这里多个子的话呢这个官子呢肯定是亏了啊，形成这样是一个呢应该说双方比较正常啊正确的这个应对啊，局部应该来说是双方最好的吧，不过很显然呢还是黑棋呢收获更大啊，收获更大，这个把白棋脚破了呢自己还成了十来目啊，那么白棋就算脚上的目数转到这边来了，这个黑棋目数呢从实力上来说收获还是很大啊，同时呢这个黑棋还是先手啊，破白棋呢也没有办法啊，那爬的时候呢只能顶这个粘也不好啊，这个粘如果你粘的话呢
这个黑棋就是说一般粘啊，然后甚至于直接加一个都可以啊。当然呢，就算再搬粘，你走这个啊，黑棋不走了也行啊，黑棋就算以后再走一个也可以。这样的白棋不见得有刚才那个形状好啊，但黑棋更狠的话呢，还可以从这里呢来加一个，加一个啊，这个很头疼啊。你立呢，我再搬粘，那你要一搬呢，他就跳啊跳，或者说这个地方你已经啊没法进杀他了，自身都有问题。所以粘呢也不是太好啊。那么由此可知啊，从一张的变化可知呢，这个啊，当两边逼住的时候啊，黑棋这个靠的破空方法是非常这个严厉的啊，也是非常凶狠的。作为白棋来说呢，应对的时候一定要摆正自身的位置啊，以防守为主啊，不要认为人家进来你就要进攻他或者吃他，只能呢就是说呢以防守为主啊，这个走成刚才顶了扳啊，这个正确的，这样呢是可以说是看似委屈，但却是一个双方可以接受一个正确的啊下法啊。这个子在这呢和刚才的这个变化其实呢也都是差不太多啊，也都是差不太多啊。所以有时候呢，由于这个靠的这个严厉性，是吧？由于这个靠的严厉性，所以往往啊，有时候我们在对局中可以看到啊，当这两边被黑棋逼住的时候，白棋经常呢也就老老实实的跟着应一个啊。这个厚实的应一个呢，确实本身也是挺大的一手棋啊，挺大的一手棋。这个把脚上的毛病呢都补干净了，补厚了，头呢也出来了，以后对呢再对这个两边发动一些攻击啊，或者是什么样，即使发动不了攻击，单纯脚上啊黑棋靠的这个严厉性来说呢，哎，这个跳呢确实啊也是一步很大的一手棋啊。不要看着好像觉得挺缓似的，我无忧脚还要补一手，无忧脚被两边被逼住啊，那就不是无忧了啊。当然如果就是说它是松一点的话啊，你补呢就可以考虑一些别的补法了啊，跳一个当然也可以，注重外围。你要想注重一点实地的话，比如说啊小尖，哎，是吧，这个补起来呢目数好一点，甚至于小飞啊也有可能啊，这个的一些招法啊，这个小飞呢注重一些实地，小尖呢含蓄一点呢，以后还瞄着啊反过来，比如说对这个对方的冲击手段啊，他这个松一点呢，你反正有种种的补齐方法，这样呢相对就是说选择性少啊，少一些啊，但选择性少一点有时候也好，哎呀，省得麻烦，省得动脑筋，是吧。总之而言，最后说一句，就是当无忧脚啊被对方逼住，两边啊都逼住的时候，这个一定要小心啊，脚上的这个靠的这个严厉手段啊，有机会的话呢就去找个什么合适的方法啊补一下啊，当然也不能太缓啊。而如果你是执黑棋的话，对方啊没有预料到这个的严厉性的话啊，你找机会啊，或者说趁早找机会呢给他来个啊靠，那么呢你或许就会得到啊这个意想不到的收获啊。这个希望大家上看完这一集以后，对这个脚步呢啊，对无忧脚以后破空呢有呢更深刻的认识。好的，本期节目呢我们就给大家啊讲解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大家再见。